今天呢是带大家欣赏啊这个收藏级别的马件怪件，还有两个特别特别难得的这个和田玉籽料的一个摆件啊。如果说你也是喜爱翡翠，喜爱和田玉，都不要错过了。首先先来看第一个啊，一个和和美美啊，鸿运当头的一个大开门籽料，可以看得到啊，油润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从视频里面就能够看得出来啊，就是像油的像滴出来一样的一个羊油膏，籽料特征非常的明显啊。我们说的大开门就是一眼真的一个东西，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绝对是籽料，而且上面都是真皮真枣红皮，鸿运当头非常难得。其他的还有各种这种收藏级别的高货啊，这块的话白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一个老来有福啊，老少同乐的一个题材，整体背后是满皮秋梨皮。如果说你也是喜爱啊翡翠，喜爱和田玉，都不要错过了，几万件的一个货品啊，可以过来实体展厅，我们公司是专业做翡翠和田玉批发的，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泽啊，从视觉上面就能够看得到的一个油脂光泽136。像一坨羊油膏一样的啊，3658。然后还有这个貔貅，这款貔貅的话呢，主要是皮色是非常漂亮的，3359啊。刚刚有给大家说过这个方式啊，都是可以关注，不要错过了。像我们公司的话，像这样的收藏级别的高货商品级别的一些小件儿，几百几千的，像几万几十万的也都是非常的多啊。像这一件儿，独子雕刻的和气生财啊，撒金皮非常的难得。像这样的一块原石，你现在你去新疆那边买，你最少没有个20-30万绝对是买不到的。这个都是早期抵押过来的一个成品，金融公司抵押了7-8年的一个成品，所以说性价比的话非常的高啊，很多料子价格就只有市场价格的这个1/3了。独子撒金皮的收藏级别的貔貅啊，很多料子就只有市场价格的这个1/3了。如果说你喜爱翡翠，喜爱和田玉啊，千万都不要错过了，都是可以关注了啊，可以过来实体展厅，上海市黄浦区，几万件的一个货品，批发的价格，保证的品质，售后保障非常的强大啊！这是全国复检7天，无理由退换货，终身换货。看一下这个青花的摆件啊，黑白分明，工艺非常的细，都是苏州工厂工作室啊那边大部分抵押过来的一个作品，所以说雕工是非常不错的。各还有这样的一个原石啊，撒金皮非常老熟，还有这样的商品级别的挂件啊。就几千块。今天的话因为时间原因不方便是带大家欣赏太多啊，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了。那如果说各种收藏级别的商品级别的，那可以给大家拍一些系列图啊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